大家記不記得暑假的時候呢，我們曾經推出過一隻 Umi 的夏日限量版耳機，哇，個盒很漂亮，有個穿白色泳衣的女仔，除了個盒之外呢，裡面的包裝啊，各樣東西都很多動漫的元素在這裡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，很多日本的朋友呢在我們買完之後，我們要寄過去日本的。除了包裝漂亮之餘，這隻耳機也很漂亮，是一隻綠色透明的耳機來的，當時的定價是1299元，比起香港特別版藍色的定價還要高一點，藍色的定價是1099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叫夏日特別版，現在已經去到冬天了，所以它突然間又1299，一減減到699元，哇，即我覺得這個減價是挺震撼，雖然它是減了價，但是完全不影響它的耳機本身的質素，隻耳機拿出來都是這麼英俊的。如果之前有留意這隻耳機，雖然覺得綠色漂亮一點，但貴過藍色又覺得有點不值得，又或者陷入選擇困難症，不知道綠色好藍色好，那你現在呢就很有藉口去買這隻699元綠色的夏日特別版耳機了。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呢隻耳機，你可以上 shop 嗰度啦，裡面有好多 description 啦。另外，亦都可以揾翻我之前拍嗰條片嚟睇嘅，限量20隻啫，中意嘅就把握機會出手啦。